西门遁甲预测，丹麦 VS 澳大利亚到底鹿死谁手？对阵球队，丹麦 VS 澳大利亚。北京时间2018年6月21日20点0分，俄罗斯当地时间2018年6月21日15点0分，比赛赛场俄罗斯萨马拉宇宙竞技场，使用俄罗斯当地时间，起局如下：丹麦 VS 澳大利亚，丹麦位置，澳大利亚位置，丹麦为主队，洛根发功，属土，澳大利亚为客队，洛坦一功，属水，直补裁判洛根发功，属土，景门教练洛坤二功，属土，新讲台洛逊四功，属木，更比赛器械前六功，属金，五行土克水，初步看对丹麦有利，现分别从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、神助四方向深入分析。一、天时，丹麦队，天冲星木洛根八宫土主修，澳大利亚队，天任星土洛坎一宫水也主修，小杰，天时对双方都不利。二、地利，丹麦队，人洛根八宫未衰，澳大利亚队，人洛坎一宫未必旺，小杰，地利上澳大利亚稍占优势。三、人和，丹麦队，修门洛根八宫攻克门位置，澳大利亚队，开门洛坎一宫门生宫为何，小杰，人和上澳大利亚占优。四、神助，丹麦队，直扑洛同宫，直扑为裁判澳大利亚队，腾蛇洛同宫，腾蛇主智谋，阴性气场小杰，上帝偏爱丹麦。总结，丹麦胜出本人气次奇门局，仅为发扬中国传统文化，大家切莫据此产生博弈心理而购买大额彩票，不然责任自负。